好，我叫奥斯卡，我来自墨西哥，我是一个平凡的小伙子，来自墨西哥，来中国时间不长，但是呢，对中国的武术、中国的历史文化我特别感兴趣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我学习武术的经历。小时候呢，我看了吕彦杰的一部电影叫《黄飞鸿》，哇，我感觉那个动作特别漂亮，特别美，帅呆了，我感觉酷毙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啊，当时我就是想，我一定要学武术，一定要学。于是呢，我找了一个武术学校呢，学了6年。不过我总觉得这样还不够呢，我一定要去中国武术的故乡学。2006年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终于来了，来中国，去了少林寺，去了五台山，最后呢，来到首都体育学院，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的地方了。那么现在天天，很开心的学汉语习武，心里感觉美滋滋，感觉美滋滋的感觉。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中国，喜欢中国，喜欢北京，我爱北京，特别爱北京。看到每天很有活力的北京老人打太极拳，我感觉是这个生活特别的美好。我感觉最后呢，我希望我一定要把中国的美好，把中国的文化带给我家人和朋友们。谢谢大家。